这是一个以 Type eTracks 用于分析和控制轨道系统的简短概述。eTracks 是一款用于交质流混合的滚道交通电力系统的设计、分析、优化和控制的软件解决方案，应用于高铁、主干线、货运、直流地铁和城市电网。使用 eType， 你可以模拟和分析输电、配电、牵引系统以及单向低压信号系统，或在一个单一的项目文件中。eTracks 包括轨道电力系统的地理化和图形化建模、轨道指定设备建模以及工程设备库、建立火车性能计算、统一交支流电力潮流计算，还有内嵌的过电流和距离保护功能。使用 eTracks， 我们可以模拟轨道电力系统，使用地理信息位置图，并动态显示在单元图上。动态单元图包括综合在一起的交支流网络，交流电力系统以黑色显示在这，直流电力系统显示在整流器后，使用蓝色表示。轨道电力系统网络或地铁电力系统是连接不同的火车线路，使用不同的颜色表示。一旦计算完成，火车的运动将显示在地理图以及轨道单线图。多种信息参数表示火车的运动和潮流，包括显示在 GIS 和单线图上的电压。我们可以应用颜色控制，直接查看在地理图和单线图运动的火车。通过颜色控制，可以看到火车启动和停止，以及在系统中直接重新启动的影响。红色部分表示低电压条件，然而绿色表示一个正常的运行状况。智能的搭建地理信息和单元图，你可以通过轻松的导入 XML、KML、OpenStreetMaps 信息，软件将自动建立地理图和相应的单线图。一旦地理网络建立，你可以很容易的获得基础信息，如类型信息、使用火车 warehouse 的轨道信息。eTracks 部分配置地理图显示线路可以被图形化并编辑属性。图形化和属性使用一个可识别的 eTracks 部件位置的信号，并提前修改基础数据。对于 eTraction， 你可以定义速度限制、等级以及弯曲半径，因此 eTracks 把它放在一起进行轨道建模。对于每一个轨道，你可以定义一个时间表，时间表被定义为工作日、周末、假期。对于每一个时间表，你也可以在火车和旅程之间定义，每段旅程包括到达、驻停、离开等时间。如果没有这些信息， eTracks 可以创建它。我们也可以定义火车配置或组成信息，可以使用全部的车辆。设备库定义火车头和旅客车厢，全部车辆包括模型和使用的交支流火车头，以及旅客车厢和重量。每个火车配置是备用于火车旅程标记，可以有效模拟乘客、货物以及其他类型的火车配置。火车的运动不仅使用单线图显示数据，你也可以使用画图。在画图中，你能更容易选择轨道变电站的任意组件。我们可以显示功率、无功以及和变电站设备相关的其他信息。你也可以选择指定的火车旅程，对于每一个火车
你可以查看电压、功率以及电阻、牵引力、火车速度，你也可以查看整个能量信息。eTracks 也可以模拟变电站保护，如距离保护。距离保护包括直观的距离保护特性配合，和更容易使用用户图形化界面，同时也包括一个不平衡的滑动故障，给出一个准确的实际的距离保护模型。eTracks 其他应用包括确认变电站位置和容量，确认可以避免的时间表上的弱点。我们有收集好的系统 VIDV 认证的数据库，如全部车辆、轨道和架空线信息，以及火车时间表。你也可以使用 eType 仿真事件，如突发事件和断路器操作。eTracks 也包括综合的不平衡短路、谐波和电能质量、变电站接地设计，包括接触和跨步潜在计算，也能够模拟电缆热计算，用于微网和地铁系统。你也可以转换设计和规划模型，连接到实时数据，用于 eTracks 牵引 SCADA 以及能量管理系统功能。eTracks 的 V&V 认证标准是基于成熟的 QA 程序。eType QA 程序是源于1991年，并遵从一些工程标准。eTracks 的 V&V 认证包括接口、计算引擎、使用工程授权的方程式、基础计算部分验证和反复测试其他软件的基准点、设备工程设备库，如全部车辆。如果你还有任何的问题和评论，或你想要最近eType的资格认证，请反馈电话或发邮件给销售，如 sales@eTime.com。 谢谢。